我们今天上学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背上书包，快点！哎，路易斯，快快快，带上帽帽。花兔，快点快点，你看看几点了？看看几点了？我们今天第一天上学，我们不能迟到的啊！迟到了老师要生气的，知不知道？快点，9点半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我们要早点过去，快点背上书包了，来，小书包背上。好，好，今天第一天上学耶。今天是几号呀？8月5号，是不是？带上帽帽哈，拿上你的车车，车车 ，scooter 拿上。好 ，scooter 拿上。好。好漂亮呀！这个是你的名字。走吧，来。我不要写名字。要写上名字啊，要不然小朋友跟你一样的怎么办？分不出来哪个是你的。啊，走。走到门口。向妈妈啊，好，来开门，走吧。宝宝保护你了。好，好，跟爷爷再见吧。哎，扭头，扭过去跟爷爷再见。拜拜，这样拜拜，拜拜，好。好，过去吧。慢点啊，慢点。